这就叫冷战。不叫。这就叫冷战。你怎么非想跟我战呢？这是一位在调试相机的朋友。太难喝了，完全没有橙汁的味道，就是香槟。排骨太难喝了。不过你看我新调这颜色，真挺好看的。你看看。挺好看的耶，但我不是很喜欢索尼，就是我觉得它颜色太黄了，有的时候，而且像蒙了一层雾一样。但你现在调这样，我觉得就还挺好看的。哇，我们的饭来了，怎么样？我感觉你的这个更有食欲一点。我第一次吃这种蛋，就是水波波蛋。这个肉肠看起来很棒。我刚才发现他们装水的这个杯子是一个酒瓶，我觉得好有创意，好好看，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子。但这个瓶子真的超好看的，装水。OK， 我们要吃饭了。看一下我那一款在哪？还不错，应该是在这里，应该是这里吧。这个旧的眼镜，看这个旧的眼镜，上周就是缠了那个胶布，然后一直在坚持。现在找了一个跟一模一样的，不过这家店好像有保险，我之前没有注意，好像买了保险会比较的好。正好可以在这边录一下今天的 OTD， 上面呢就是穿了 Other Stories 的一件黑色小上衣，前面有一个这种蝴蝶结系起来的一个爵士，这件我应该会在穿搭视频中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然后下面呢是一条白色牛仔裤，还有一双这种盖过脚面 PVC 质地的小凉鞋，虽然这双凉鞋到的有点晚了，但是还是特别的喜欢，就是很有设计感。好好吃的，我戴着眼镜。我试试。我觉得可以，不会掉。可以啊。不错。可以啊。对。就这个吧。就这个。虽然我们上次没有买保险，但他还是免费帮我们换了，超级棒。拥有新的眼镜，看着镜片厚不厚？超好。OK， 完成。完成。刚才我们排队买东西，然后停车到点儿了。晚了6分钟，收到了一张罚单。44到点儿，50就给我贴上了，我的妈哟！上次我在洛杉矶，晚了2秒钟。两秒钟，看着他贴的。看着他贴的，我说我来了，他说我已经贴上了，那咋办？他说没办法，你只能交罚单，气死我了。太惨了。而且我是游客嘛，我也不能去跟他 dispute， 也不能跟他去上法庭，我也没那时间，欺负外地人。刚才路过了一间特别可爱的花店，所以没有忍住进去买了一束花，一种白色系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搭配的特别的好看，是可以学习一下。我觉得插花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挺难的。今天晚上把它插到花瓶里面，家里面有花就显得特别的
这个还是这个都行，还挑吗？还是这个吧，都一个颜色吧。啊，不一样啊，都染这个行不行？行，就染这个。冷战了，冷战了，就是谁都没跟谁说话。你还来看我？我就是看了你。你还问我吃不吃饭吗？我还问你你在哪儿吗？但是没有交流啊，我睡觉之前没有交流啊，我睡觉之前谁也没理谁啊，这就叫冷战。没有，这就叫冷战。我不叫。这就叫冷战。你怎么非想跟我战呢？我没有跟你战，是你跟我战。你想要战争？我不想跟你战争，但是你睡觉前你都不搭理我。你不想静静吗？我不想静静。想静静？你说你要缓缓。我不想缓，这就叫冷战。哎呦，我已经缓过了。气人太深。我这。你那口红你拿不拿？哎，口红拿拿拿，我不跟你争论了，反正就是冷战了。坏蛋，我这哭红的双眼都不再炯炯有神了。到了大统华的开箱时间。今天去买了一个这个花王的染发剂，因为最近刚把，因为最近刚把这个头发剪短了嘛，就想染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。我之前下面染的就是花王的这个皇室棕，一直都是自己染的，然后上面已经是自己头发长出来很多了，所以又买了一个这个，因为我害怕它的颜色差的太多，所以就还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吧。买了一个巨峰。它上面写超甜巨峰葡萄，我现在要看一看它到底甜不甜。这叫什么来着？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西兰花豆芽，然后买了芸豆，它是最喜欢吃这个芸豆炒肉，所以今天晚上给它炒肉。然后呢，买了两个冰淇淋，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冰淇淋，这个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好吃。它现在我在超市里看到有三个口味的，一个是这个葡萄的，还有一个桃子，还有一个哈密瓜的。它是这种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的，里面呢是有含果汁的，所以吃起来就有一种爆珠的感觉。这个是抹茶红豆的，上面还有炼乳，这个我没有吃过，这个纯粹是因为它包装长得好看，我觉得不错。哎，我打开看一下，我感觉应该很好吃。这个样子，我今天晚上，要试一下这个。又来一遍了。然后我买了好多水饺，这个是黄瓜鸡蛋味的，这个是香菇猪肉的，这个是玉米鸡肉的，这个是他们手工的一个茴香苗的。因为我想吃黄瓜鸡蛋和茴香苗的，他想吃玉米鸡肉和香菇的，所以我们由于僵持不下，最后决定都买。因为水饺我们吃的真的很快，就是山东人嘛，吃面食吃的超级的快。这是买的一个美酒，但是没有酒精的，就想尝一尝。不过喝酒不就是为了醉吗？尝一尝怎么样？还不错，真的是有酒味儿，但里面没有酒精的。哎，你尝尝这个还蛮好喝的，真的是美酒的味道，就里面你能喝到是有酒味儿，但它真的没有酒精。来，再来一口。还不错还不错，居然能把这个酒稍微有一点点苦涩的那个味道做出来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看像很像爽歪歪还是乳娃娃就买了，好久都没有喝了。 OK， 今天晚上开始做饭。这边是我们涂上黄油之后烤的一个西兰花，翻面。哇，好香啊，这个黄油味儿。
我感觉其实下一次黄油可以刷的再多一点哎。可以了吗？嗯，可以了，很香。好吃哎。Yes. 但我觉得我觉得黄油可以再放多一点。哦，这倒是真的。我已经逛完了，我冷了，今天都有点流鼻涕了，幸亏穿了长袖，穿短袖的话我会冻死的。是这个，这超好看的，我觉得，嗯，是。刚那个红色的那个卫衣也蛮好看，对，挺舒服的。大了。我也觉得这个穿大一点好看，我远一点。我想显得比较亮。这个好看的。嗯，这个你就得大码的，你要太紧身的话就是不好看。我觉得这个要宽松好看，来站远点，超棒超棒。这个很好看吗？有点太紧了，是吧？像健美男。女生只要看到镜子就想要自拍，有点小。我感觉如果要敞开穿的话，可能要再买大一码。不过这个好看。哦，他们衬衫的码有点难搞哎。是米点吗？哎，这个好看哎。就很休闲嘛。我觉得刚才那个大小就可以了，这个地儿 large 有点太大了。嗯，那这个宽松真的好好看，还有这一件就没那宽松。嗯，就版型不同嘛。但我觉得哎，这件也挺好看的，但就感觉不刚才那件精彩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啊？乖乖学生。嗯，是不是这个不好看？嗯，这个太普通了。说走就走。刚才我们两个人在车上谁也不想说话，就是气压超低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饿的，就是人饿的时候就容易感到烦躁，所以我们赶紧过来吃肉，吃肉了以后心情就会变好。好尴尬呀，刚才那个角落里站着一个人，我没有看到。每一次烤肉店的这个火特别的旺，就会吹的脸有点难受，然后我就被挤到了这个小角落小边边上吃饭。
第一次化妆的 Harry。 哇，你涂口红了耶。是吗？韩国男团能看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你的嘴不灵不灵的。这个两个箱子里面是我们今天带的一些衣服，因为一会儿要换装。哎，好白嫩哦。小心手机。第一次化妆哎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宣传片的拍摄，然后现在先来吊桥。温哥华吊桥。对，今天要去一些温哥华比较著名的景点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在山顶。今天没想到上面的温度这么冷，胖爹已经冻得在后面瑟瑟发抖。刚才我们刚拍完了山上的场景，现在要去吃饭的地方再拍一段。我们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嘿，这真的是还原了光头强。刚才我们看了熊，现在是光头强、熊大、熊二，三个光头强，是不是？你熊，这边还有熊印儿。熊印儿。他们在伐木。光头强又来砍树了呀。这是假的，好真啊！嗯，做的真吗？假的呀。对 ，dessert 是真的。上面这个泡沫也是假的。上面也是假的，因为它好看嘛。这个白糖也是假的呀。我不知道，他说是 special 的。那上面的这个奶油也是假的呀？看起来不像假的。是真的呀。哇，当演员也不容易。当演员好累啊。以前都是当导演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得干啥。今天是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不过有了这种剧组或者是专业人士的帮助的话，效率真的很高。对，我们一天可以完成，哇，咱们4天完成的东西真的很棒。而教学也是我们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地方 ，Guest Town， 是我们经常拍摄视频的一个地方。那个钟现在在叫，对，很多很多的游客。这应该是温哥华最著名的景点。对，你爸、我妈、我爸、你妈都要来的一个地点。谁爸谁妈都在。晚上回家卸妆护肤的时候，我就很羡慕男生已经可以躺在床上睡觉了。不过他今天也要卸妆，但就不需要额外特别的护肤之类的，但我就必须得敷个清洁面膜。因为今天早上4:30就出门了，6点之前吧就开始化妆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快10点回的家，刚卸了妆，超长带妆时间，就肯定要敷个清洁面膜，不然的话今天爽了，明天就很痛苦，明天皮肤状况就肯定很差。嘿，一天没见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嗯？听说狗都喜欢有味道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嗯，所以他把你的袜子叼过来了。差不多
多已经可以去洗脸了。那本周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期的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拜拜，天童拜拜。 I woke up